清清，我真假的。公主，那头前这个清清的小镇小城吼，我就结账啦。这个我真特别呢，也有啥物名胜古迹？有哦，有迄偌济呢呢，后迄个贡丸啦，后米粉啦，啊嘛迄个鸡蛋饼。好啊啦，好啊。当个公子想要问迄个名胜古迹，啊你是捌啊唔捌？啊想要食？我听也唔捌，你家己唔捌，你点点啦，你点点啦。公子，那迄个贡丸吼，嘿，够好食，丸啊米粉又够起味，拢偌好食呢。好啊。呀，你那家有咩事？啊，我都，我咧来以前就拢探听了啦。哦，嗯，你可是一个优秀人呢。哇，公主啊，我无心啦。无心？哈，我往我这条心都早就交予公主啊。不要。你想做什麼？啊？沒啦，公主。我看你好像悶悶不樂。啊？不。太爺。啊？馬林沙耶。请一个较晓讲话，出来甲本少爷来回答，啊？啊嘛，拢袂晓讲话，因拢是咧讲嘛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怪晓讲话，哟，吼，甲即嘛，你会晓开你的金口啊？请问公子，有何事干？好，你个心要清水哦，你要跟他答应了。假如讲你是一个姑娘，啊，你本少爷愿意跟你做情侣，啥话？你叫伊哪里啊？你生钱一块来都不着阮公主，你出去死啊你！公主啊，你是无听的，一明明是咧侮辱你。卡斯话，伊若是侮辱我，你哦，我会当忍受啦。那侮辱你哦，我绝对无要放你煞。哈哈哈！哈，你看我，我坐个椅靠啊，吼，你就无当忍受。好好好，你这个白人呢，少年家啊，你真是吼，安尼你就无当忍受，我绝对让你更加无当忍受。来，来来。讲到一个七不条章，只做会左手甲人一个行，政府是啥都袂，看像你安，小可你有本事，你都爱在遐大声。
我正正从那去听人不不重要的消息。正安，好、啊，有一家歹徒，嗯，知道叫你听，你叫咩啦？阿姐，那我相信哦，你应该赞成我安尼做啦。赞成你安尼做，我会赞成你去甲人起家动手，是不是？是有影吧？我是看你离婚到这，我以后拢会当哦，替你争一口气的。我早甲你讲过了摆，叫你唔通甲人动手，产生你这款花棍的智慧是无够人的。对人来彬彬有礼，上不可。你安尼唔听我的话，哈，这边面子叫你气死。哎呦，阿爹，那你快休息啦。但我较想影哦，是为着你，我才会跟姑娘讲些动手的啦。哎呦，是啊，你大家出去。是。是的。你讲你这姑娘讲些动手？嗯，是啊，哼，啊。人我哦，是恁孙大刚的囝嘞，我根本哦，哼，无爱相信伊敢要出龙剑阵，我哦，这个动手嘞。嗯，你为甚物爱甲你讲伊是出龙剑阵呢？哈，啊，咱江湖上的人哦，大家嘛咧讲这个出龙剑阵哦，伊人哦，死得真水，敢那个查某囡仔同款，我哦，才真生气，我嫉妒伊嘛。你无迄个资格，他会嫉妒伊。就是无资格通接待，所以我才想是讲，我头工要甲驾驶，要甲驾驶啦。潘经理，你是无教养，你忍辱负重，忍辱气重，无业结果，你这个面哪有教养看？是吧？对啊。你搁走去外面乱乱撞啊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当然是你讲的啊，这哪有什么要紧？阿爹，你看这里的老师讲哦，这个芙蓉酱是一定来到你这做事啊呢。嗯。我想是讲要记住的，快就绝对这么快。你袂用去。店嘛关起来，我睇下啊，咁啊，银行看咱要食啥，要住倒位啦。公主啊，我好像这个田中人吼，我看你对了有甚物误会款？这毕竟是甚物问题，咱必须调查清楚。Thank you.
厉害的人，看起来敢那对啦。你去甲问一下。我不会哦。我知啊，你是惊讲你去甲问，啊，迄样不倒出来。我不会。啊，卖啦卖安尼，讲安尼歹听。我是讲你喙水较好，对无？啊，红啊头较面较贤，讲话你这气较袂过人缘。啊，我这歹看你的气，一定好插出来。无啊无啊，我知你咧惊啦。三三贵族吧，我是广州来的，我们带上阿豪的，你这好热乎些，呀，可是不要得来啉。对啦，阿豪的，你到他干这里啦，你人我看到知影未歹啦。阿豪的啦，我绝对袂跟你白白叫嚣。啊，你稍微大名是？哦，在下李玉，这位就是阮公子高世国。啊，我有做王法啦。好哦，这第二站，上顶的，感谢感谢，对吧？我看这个山中小学园啊，它就是一个居住的好所在。讲到你唔感谢，啊，叫做离这站城吼有两里外路，啊，才真少人在住啊。我著介意这个所在较清静啦。哦，阿伯，这地名来了。对吧？哦我叫你无教啊！无啦，吓，我无教。我是讲，我较早捌去学教家教，啊，今嘛较会惊啦。三位公子是毋是对这边行来？行。你三位公子无去带车来，找一间啊较适当的车站去休困。我到我这搬来，这唔成所在。阿豪弟，啊，你对我是几欢喜的？我卡斯方法对你有怀疑吼，我都未请恁起来，我来迎接咯。公主，做你讲，啊，我见。你啦，我是这这镇上无受欢迎的人。无管是遐个性，还是其他外生意啦，一看到阮，我是真好呀，甚至厦门的顺煞乖的。这种人，我以前都阿唔捌碰到嘞。是毋是去伤着恁的自尊心？是毋是安尼？有影，真气人有影。恁唔免生气啦，无受欢迎的唔是恁，是芙蓉将士。芙蓉剑客，这我都唔捌听啊，这是啥物人？安尼哦，这人一定真个人缘的款啊。我相信这阵时，这个芙蓉剑客来是无。是啊，你个人缘，你那就是芙蓉花，武功之下芙蓉。靠一个芙蓉剑，剑到天空之巅。
芦苇随身块金戒指，但是江湖上的人情则是无人拿出来过一次头的。心弦我是弦，心弦，伊就是较有货啦。哎，伊少年的时候，甲你同行同款。我哩个，你哩听着你着，有人若啥哪只，你听了后，如果再无受欢迎，哈哈哈。其实啦，这是误会啦。这不用这么说，脱离江湖已经真正久啦。即马是毋是啊？我即个世间，实在过来七七八八，即马飞天，这是风声，风声而已啦。哎呀哎呀，爹，爹，起来啦！爹，谢叔啦，不能叫。来呀，来来，来来，来来，恭喜你做公主啊！啊，这个是你呀，哦，俺家因为是公家，哈哈。做公主，是啊，阿娘。嗯，是什么大事哦？啊，大声小话。爹，你遐尔紧张，为啥过是要倒？哎呀，嗯，你伤好啊？我，哈，就小我伤，小我伤，哈哈。参照我也是个武人嘞，我才是会晓。本事，巧用。嗯。你哦，你简直安尼笨鸡鬼啦！敢唔是阿姐去请大夫给你医好？啊，这样这样这样。哎哎，拄仔我问你话，你也无敢回答咯。你是要倒位？免你管，免我管咯、哦。哼，我让你免我管咯，到时阿姐来管你啊。你唔通介意阿姐不妨事，拢无要管你哦。遐尼请着你哦。哼，这件代志哦，真严重哦。阿姐一再交代，讲不准联络你到这个所在。阿叔你若唔听话哦，哼，阿姐到时甚至无要管你说，但是真严重哦。哎，阿兄。你敢知影阿爹为甚物来安尼？我问阿爹，我也毋爱问阿爹安那。我甲你讲，是毋是？是。后悔听。是啊。他这后悔听有啥？啊？你讲。刚刚大家有什么保护的？这是阿爹的弟弟的。好嘛，卖他妈在那里忍忍，那叫阿爹滚出来的。怎么了？你刚刚告诉你，你不讲要阿爹管。阿爹。怎么了？那个狗呆子的。不呆。哦，哈哈哈哈哈！我讲真呀，你刚刚为这个阿文，这个阿文好赚的哩，因为进。嗯，哈哈哈哈哈，是是，李大，现在你我所讲的是要见的不良战绩，对不对？阿兄，阿你都无讲安怎样？阿妈，阿这不良战绩到底是什么名分啊？嗯，那讲起来哦，真普通普通啦。啊，不过那讲武功，是啊，啊，我也是差不多呢，未超过我啦。但是以后你要他烟打我看我去
弟，我的弟弟啊，我是公的，这是俺家弟弟，你当娘的。好，你把他到你这走。哎，这里唔能处理，你别去后院哦。但是后门他早去，除非你见伊咧，不能走去，你去啦。到时你来教我，你看。小姐，那么你在吃这个什么物件吗？我这边都没得吃，给恁头家啦。哦，是。头家啊，丁大小姐在找你嘞。小姐，你去找我去吧。我问你，好，你刚有看到芙蓉酱去？芙蓉酱去？哦，有啦，他早起不来过啦。哦，你家卡进走哦，啊，这里来话，这里真是无快人啦。嘿，张秀英讲来无影是无踪哦。那是讲大小姐，你找伊在创啥呀？哈，伊怕上阮阿兄，搁要找伊讨一个公道。嘿，我看吼，伊未过来啊啦。来。